哇！发生咩事？做咩叫到咁嘅？哦，玩水枪战啫。邓依玲寻日喺社交网度晒相，话去咗主题公园玩下水礼，仲讲到明今次要为大家眼球谋福利，约咗两位性感诱物一齐去玩水。讲嘅就系啱啱着住粉红色比基尼嘅靓女网红黄希蓝，仲有牛杂妹李奕乔，三个身材都好到咁，只眼真系好忙啊！见到阿蛋揸住支水枪，开心到成个大细路咁。虽然泳衣出面仲着住件背心仔，但完全挡唔住佢嘅导弹级身材，向前一趴，露出深长事业线，32D 巨咪接近倒泻啊！逼爆画面索到真。阿蛋17岁就出道，可以话系元祖级靓模嚟噶。入行21年，今年已经38岁，但咁紧致白滑嘅皮肤同埋呢副劲爆 body， 真系完全唔输俾一班后生女啊！可惜佢依家已经好少出现喺幕前，专注搞自己生意。早几年阿蛋就拍过一套讲电竞赛车嘅戏，着住背心加热裤，劲香艳咁洗车，一时湿身一时干咁，真系引死观众啊！唔知道有冇机会睇到佢再出山呢？